您有多久没出外走走了？或者想看看不一样的风景？走，让我们跟着客家去旅行，用恩利谈谈客家去旅行。本节目是由王永米、永米记风母主持，本节目由黄玉美服务主持，出发喽！欢迎听众朋友再次跟着客家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黄玉美阿美姐，欢迎乡亲好朋友天天客家来旅行。春雨绵绵，大家外出旅行可得要特别注意保暖还有安全哦。其实现在在田野之间看到许多农民朋友春耕的景象，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馨还有温暖，因为这种种下希望等待成长的喜悦是让人非常期待的哦。所以也鼓励大家呢能够来欣赏我们的田园风光，让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哦。乡亲好朋友，你这下呢，假使讲起许多种下，看到你的农民朋友啊，在春耕思田哦，那种的景象呢，本你感觉心情非常的开扬，因为呢，思田在种下了个禾诶，你种下去以后呢，就像种下一个希望同样，因为啊，要等待一家的成长哦，所以讲了他们呢，他家的磨寒思田哦。也一人哦，吼，所以讲农民朋友当辛苦啊。大家出门去旅行的时间，去了时间，要注意到安全，同时呢，也可以来享受到两下无穷样的田园的风光啊，不一样的田园风光。今日听听客家去旅行，土地乡亲好朋友来到内湾，今天要带着大家来到内湾来一趟小旅行。透过社区规划师们要打造通学步道，还有建置蝴蝶廊。未来大家到内湾来走一走内湾国小旁的这一小段步道，这可是很多社规师们还有当地的居民朋友的自发性的一个来整理哦，还希望打造内湾不一样的特色哦，我们也一起来去了解喽。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来姚淑环所演唱的《一同去郊游》，一同去郊游，同呢是同花的同哦，这也是在同花歌曲大赛当中的作品，我们一起啊也期待赏游同花的这种心情，一同去郊游，一同去郊游。窗外天空很晴朗，你问我要不要一起。乘着微风出发，拥抱久违的太阳，沿途空气很清新，又是一次美好旅行，在我们的日记添一笔美丽，抛开
去旅行，客家 Go Go Go， 天天客家去旅行喽。对，其实我本来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过来一点，这个位置啊，你们真的可以还可以做很多的那个植物。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是来自新竹县十三乡镇的社区规划师们齐聚在内湾国小前的通学步道，在讨论要如何的来改变这里的环境。因为原先呢是一个非常杂乱的草地哦，那现在呢希望透过内湾社规师的提案，要打造成通学步道，还有蝴蝶廊道，能够让这里的环境更加的好。所以很多的社区规划师哦，不畏天气的寒冷，还有在利用休假的时间齐聚在这里哦，一起来讨论，希望能够让环境呢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动。首先我们邀请到新竹县社造中心执行长曾秀雅曾执行长来跟我们谈到了这一次内湾社区规划师的提案特色。而你看来访问的是新竹县三期杨初中心的执行长曾秀雅曾执行长，让你谈到了拜你内湾的三期规划师啊，上一类大草用扮演的葡萄用你的声音呢当你上下靠近高的地方能够有无穷用呢，来谈谈整这旁总的收割。大家好，我们这边是那个108年社区规划师的计划啦。那我们这个计划最大的特色是，我们是横山地区的社规师跟我们的内湾国小合作。好，那我们选的这个地点呢，就是一个内湾国小的通学步道。那在我们社规师在做环境盘点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一块地方啊，它狭长的，但是只是铁路局的地，但是它以前没有人管的时候是荒烟漫草，而且更重要就是杀草剂喷得很严重。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孩子要经过这样的地方上学，有点危险，而且其实环境不是那么友善，所以我们就跟内湾国小校长哈讨论，然后我们就讨论说，我们在这边把改善成一个绿美化，然后更重要的是把内湾的那个蝴蝶这个很重要的生态引到这边来，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要种的是蝴蝶的食草植物，会有一个蝴蝶廊道的感觉，所以不是只有这个内湾国小门口的这一块长长的廊道，我们会延伸到学校里头的湿地，我们目前在学校里头打造一个湿地。然后延伸成一个蝴蝶廊道，希望把内湾的一个蝴蝶生态引到学校这边来，然后让孩子更去认识内湾的生态的特色。那除了这之外，我们也跟在地的店家返乡青年吴界哦，他们那个好客好品吴界也就做合作，然后那我们整个提案的单位就是九汕头协会，然后透过九汕头协会的提案，然后整合我们的横山地区的社规师，然后吴界本身也是在这个计划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再加上校长，那接下来还会号召家长一起来做一些生态教育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一个整合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一个社区营造的计划。台钢感光内湾有那个萤火虫，就现在也有蝴蝶哈、其实人家说台湾的蝴蝶400多种，内湾可以找得到300多种，这是那个我们那个志豪是林兰中老师哈，就我们这边其实往内湾这边有个林兰中老师，他有一个山步道哈，那他其实做了整个我们内湾跟尖石这一带的蝴蝶的一些盘点跟生态调查，他说我们这边占了台湾2%的蝴蝶的品种，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推动的一个蝴蝶廊道这样。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开始哈，所以慢慢的呢在吸引更多的这个，让很多的生态都慢慢的找回来。是我们觉得内湾不是只有商店街，内湾其实是一个非常生态丰富的地方，我们也慢慢的希望把那像除草剂啊杀草剂这样的一个影响让它慢慢退出内湾，让内湾恢复它更好的生态，所以内湾已经有萤火虫了，那接下来晚上看萤火虫，白天如果看蝴蝶，是不是被帮内湾又增加一个新的亮点？这样嘿。讲到内湾，唔但像有他家属地嘅路街可以往，可以食东西，其实呢，佢还有挺丰富嘅文化内涵。三轮呢，安尼出访问哈，安尼往山在地嘅青年，佢系做得算系青年返乡嘅代表哦。吴界哈，佢同时呢也系好客好评希望工坊嘅副经理。第二摆又佢嘅提案和熟悉当地嘅社区规划师大家来谈熟，同时呢佢也会先来介绍本安尼嘅社规师了解哈，来此新竹县十三乡镇的好朋友呢，来抵达来看到无穷样的内湾，而你先来谈谈五界的介绍。我们来听听吴界的分享介绍。其实，俺到两家饭桶啊，最主要是
他很希望讲集结新竹兰社会师的力量，来帮助两家内湾两家社区做绿美化。所以大家动动因造型来讲，也体力白来到女湾啊。可是因着造型替片路干装的女湾的一家工作室的一家文史老师，佮系彭老师也将花众而来啊，哎。该张黄世军黄先生抢机做 N6 的导览人员，从 N6 的内湾戏院老街到百年历史的和平街，再绕到 N6 的警察局，到现在的刘欣欣老师漫画馆，最后再进到好客好品希望工厂。主主老师希望讲本来中英是寿司地拱，其实女湾唔止老街，但系又动到又文化又历史的两条景点，走在本台家认识。该下主台家是是保育吼，此刻是利用自己这样的一个专长，再来协助俩绿化部分。嗯，即讲伫俩绿化吼，和通讯的路安尼个规面好搞来来连接吼，即讲用嘛个特色，希望讲管理的小朋友呢来到俩看到安尼个环境改变，能够寓教于乐。其实最主要跟世界上的做两家普遍绿化是过去它是在家人来人往的地方，可是它有喷洒除草剂，而且也不大美观，所以就是希望说怎么样把这个过去内湾很漂亮的自然生态可以在这边去做活化。刚才 Andrew 底下做两件事情的时间，有一场一家生态老师按照年南中老师该给有了 Andrew 可以说，其实春台湾全台湾300浪种的蝴蝶，在女湾其实在清到200浪种，只是过去摸安这样的环境可以让蝴蝶来到这一边，所以给建议说 Andrew 应该从怎么样去打造一个蝴蝶廊道这样的概念去做 Andrew 绿化的主题。所以200Andrew除了有做环境整理铺草皮之外，最主要后续还会种一些蜜蝶植物，让一些蝴蝶真的能够回到内湾这个地方。这个今天大家社会是大家来按来走吼，你的心情感觉怎办？感觉到非常感动，嘿，因为景色嘿，从信州人各地诶，又信奉又走班，又信步又敷油，两岸都提奉诶，而且各位女班嘿才差诶，佮着宁愿在俩办小事，不一点钟落来，是袂到诶，老人就疼惜，嘿，非常感动。对啊，哈，即讲你系黑江英文讲诶景色哦，即讲你系翻见诶课题，是甲来维护，不过你唔系讲一触可及啦，吼，我相信未来呢，你讲后续的维护啦，有帮因拢写我咧讲吼，你也系安尼继续来什么个地方？嘿，从 Andrew 其实两百撒下来狗粮呢 ，Andrew 是为路过小两边合作，办一个生态教育的课程，而且让小朋友实际的去种植蜜蝶植物，而且 Andrew 又尽量邀请在地的民众参与，比如说附近的住家，其实带春秋，其实跟当地都为狗粮提供，顺便看下啦，啥照顾一下 ，Andrew 希望做得安用一起长期维护。我们做了口台噶哦，唔系讲因做片片本生意呢吼，他那本记得啥有一些参与感，即讲安尼啊，期待两个环境啊，更来更好哈。希望安尼安多的好朋友，希望你。月梅姐，谢谢。跟着客家去旅行，客家 Follow Me。欢迎听众朋友回到环宇广播，跟着客家去旅行，我是黄玉美阿美姐。欢迎向前后朋友继续再来翻译广播天台，而你呢，听得客家继续来旅行。客家 Follow Me 哦，今日呢，而你出来到内湾，分享的千多个山区规划时，大家希望自家来同属哈，来改善而你的环境。尤其了解步道呢，处在内湾国小的旁边，系而你生意呢。当年呢，都有了建构的地方，所以希望家的社规师哈，他家的天数能够打造不一样的通学步道，也希望建置了许多蜜源植物，让蝴蝶能够回到这个生态，所以希望打造蝴蝶廊道。哇，这是让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景点哦，而且也希望小朋友未来也能够加入一起照顾这个环境的行列，让大家了解。了解到自己的家乡要自己来关心，所以这次呢是透过换工的方式，这次透过换工交换
人工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帮我，我帮你，让大家一种互惠的方式哦，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工法，还有不一样地区的在地的文化。所以讲，对于沙起背包师来讲呢，太感人都学习青岛。对于参与的社规师来讲，大家也都觉得收获非常的多。沙哈来呢，安妮呀做了分享的沙起背包师参与的感想哦，刘导呢要不讲到几些个所带给提防哦，有某个特色。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社规师哦来参与这一次换工的感想，而且有些社规师呢也会介绍到自己所在的乡镇的一些特色。好，首先呢，你出来分享的来自关西的主生产族告状，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关西的社规师朱胜全朱校长，退而不休，也投入了社规师的行列哦，一起来关心自己的家乡。我们也分享朱校长来跟我们聊聊天啊，竹告状来暖你打灾故。在冠系哦，冠系哈、哦，朱胜全朱校长哈，记得上怎么喊你告状？哦，我元旦，元旦在冠系做告状，退休嘞。哦，所以来冠系国民学校，然后来做社规师啦。系啊，哎，今咪来做内湾的呀通学步道，上了要当一声音。上课下课啊，经过厕所啊，总下降到，哎，小朋友呢，欢欢喜喜的读书，啊，读书的效果啊，学习的效果会较好啦。系啊，吼，不过安尼讲了，唔但讲系日本的绿美化，安尼还有嘛个特殊的设计地地排毒啊，唔但讲本大家看，听讲还来弄安尼学校来连接下。嘿，安尼就做只诶生态诶不该水池啦，还要上到。电话对声音来学习吧，有啲帮助啦。嗯哼哼，系啊吼，汉唐公有二类种嘛个东西来下那个叶的哈，蝴蝶，我们要种这蜜源植物，系冇？嘿，记得我就了解女温的社会师啊，就设计种到该蝴蝶好吃的好采蜜的该植物啊。就吸引到该蝴蝶啦，哎呀吼！所以讲，俺台式讲文工啊吼，俺伊感觉知道吼，无论是内窗的文工，全部看得到高涨的。哎，俺对做了创业啊，冇嘛经验啦，俺是想搭配要文工啊，俺是学习啦啊。虽然唔会做厝的工作啊，还是该欠苦的啊，俺也耐好啦啊，是在学习啊。哎，也对退休之后啊，对俺的社会啊。也有点贡献啦。嗯，系啊。所以讲，你参与了社会是有几久的时间？哦，我一百空十年开始做到紧，嘅你啊一百空半年咯，就十年啦。嗯。又做十年的社会师咧。对呀、啊。所以讲，你感觉吼，按做了社会师啊，对自家嘅家乡，也讲来参与了嘅工作，对自家韩国自家社区有嘛嘅影响有啊？哦，就啦。我虽然。到了其他只乡镇来员工学习吧，最因爱关系本体啊，也就提几只案呢，比如像南山里的该环境该清洁池啊，哈、哦，该过滤该是因关系就牛奶后的污染嘛，哈、哦，因为又设计只避通对窗内来测定个水质啊，对因的牛奶后不就嘛影响么？对因的凤山溪就嘛影响么？因也就走了。嗯，系咩因为参加了诶社会师以后吼，对待用物嘅方法都关心诶你自家嘅家乡。好、哦、就，伊做用生态嘅方法啊，你像前多因做嘅步道啊，做嘅树木啊，你啊全部尽量是唔好用水来按控起来啦，按尽量用生态嘅方法来维持人类嘅生态安嘅。放翻来做转移。嗯，系啊。所以讲，从基本嘅，你哋现场看到嘅，佢哋也系用石包嘅方式吓。系，你啊，佢哋石包哈，是除了美观以外啊，是用粘土嘅方式啦，来当做转移。哦，对，他也生态啊，草啦，该蝴蝶啊，或者是该，你啊，含要做生态水池啊。也都下工啊嘛，个看起做咧富裕转移无啦。哦，系啊吼，不过你啊做咧做水池啊，做咧啊。你啊，该面塘吼，你啊打算来挖铁啦，挖铁到该落水啊，该水会派多出来啊，你啊做只水池啊，生态潜水池啦，哎。
透过哈逐水草而居啊，又属于啊哈，哎，其实动物的生物储备多种类哈，像虾公啊、海呀、鸡怪啦、鸡以前放洋葱哦，点解路都可以？像鸡搵蛤蜊呀，哈，像海呢啊，像昨天飞一样又这引回来嘛，上这生态又在昨天盖摸了。哎呀，感觉你搞中都神奇，很可爱啊！哈，系啊系啊，你讲平常咧，你讲的两个关系，你看退休当公园咧，哎，一百公园，可是退休当边。退休以后就干嘢，你差不多就干嘢。差不多系，本来就是两年啦，做不卡土孙啦，好，想嘿孙太咧就想，出来学习下，还、就对于这个社会有只贡献的呀，俺除了俺运动哈，没动好。哎，对呀，你看退休老人家待在家里也没办法了哈，除了运动运动啊。为什么你也祝祝选参高中的分享？谢谢你。好，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来自我们关西的朱胜全朱校长的分享哦。未来在这样的一个通学步道，除了有蝴蝶回来之外呢，也希望有一个生态池。我想有水的地方哦，其实生态就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呢，要打造一个生态池，那么也都是用这个自然工法来打造。所以社规师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在换工的过程当中哦，其实呢有很多的工法都是希望能够用最自然而且还原以前的这个工法哈来做，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也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大家呢齐心协力，就像搬石头一样，是用接力的方式哦来完成。然后呢透过这个 get shovel 哈，弄这个石头的薄坎的方式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生态池。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访问的是来自新埔信埔诶社规师哦，这位尤雅琪尤老师，他本身呢是闽南人，但是呢他来到客家庄，透过戏剧的方式呢来让乡亲朋友一起关心自己的家乡。我们也跟尤雅琪尤老师来听下个分享。你好，来访问的是侯龙年哦，他是闽南人哦，我们的新埔的社规师带才信步给煞气鬼鬼把事。你的尤雅琪哦，尤信上尤雅琪优信上乱念乡亲好朋友来打嘴鼓。这个换工其实蛮有意思的，而且就是从这里面去学到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叠石头那个坡坎的方法。像您是来自新埔小里溪嘛，哈，安尼信步小厉害呀、那我们在新埔有做什么样的社规社区规划？其实他们前几年，我是107年才加入他们那个小里溪这个行列，那个社规师的。那其实我在这个社区，其实我是蹲点差不多一年多。一年，从前年就去他这个社区。我自己本身住新竹，那我跟萧里希之所以会结缘，是因为我去他们那边教那个戏剧，我是教歌仔戏，我演歌仔戏。哦，真的哦。对对对，那因为那个萧里希他曾经他们做过那个守护戏，他们曾经用他们居民抗争，抗争那个宏达电子排放污水，污染了他们的萧里希。那他们用这样子的情况，戏剧的方式，对，以戏剧的方式。那后来他们就说也演了一两次戏了以后，他们还想要再继续延续戏剧，所以后来就是透过社规师，有一个社规师的介绍，然后进去他们社区。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在他们社区蹲点。但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演的那一部戏，我反而不是以那个抗争的为主。我反而是因为开始我就说，当你们曾经有做过抗争了以后，你现在转换来变为比较柔性的，爱护自己的家乡。对对，还有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他们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吴浊流。吴浊流，还吴浊流姓上。对对对，那我就用他的那个小说《雅西亚孤儿》的小说编了一出戏，叫做《生在浊流》。那去年是在新埔国小有演出。那后来因为社规师好的开始招募，那我又透过那个萧里希理事长吴理事长的引荐，就是参加社规师的培训。所以说哈，在这样蹲点，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印象里的客家庄是什么样？印象的客家庄其实对我来说都很漂亮，尤其我们新竹县，
还有他们的那个人就是人情味很浓，哎、嗯、对、嗯、啊，但是哦有比较节俭了一点、啊、很节俭，就是什么都会拿来利用。对，还有就是说我在客家村里面，我感觉到比较痛心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客家人都不讲客家话。哦，那你有学客家话吗？有，我有学。哦，我有学，只是说我讲的不好，我是学那个海陆腔的。哦，海流强啦，海流吼，嘿，海流对对对，冻河啊，冻河啊，嘿，冻河冻河，总在吼应用才，你也做起动众哈。对，有，所以我的戏剧里面哈，我并没有要他们说非要讲客家话，还是闽南话，就是说，因为新埔也有蛮多那个河流人嫁到那边去，是，那也有那边的人哈嫁出来新竹或者是到其他地方。那其实，在台湾现在的文化都是很多元的，所以在我戏里面，我就是说，你可以讲客家话的，尽量讲客家话。那万一你本身是河洛人，你用河洛话讲不要紧，就是很自然用自己的母语就对。那整出戏显现出来是不突兀的，对，就是现在的生活哈，对，对对对对，哎，那最近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搭配萧里希他曾经做过的那个太极生态池，那他种的就是水莲花。我打算就是说应用他们当地人的一些故事，还有水莲花本来就是我们 CMA 他在嫁妆的，他在出嫁的时候必须要的嫁妆之一。哦，这相当多人不知道水莲。哦，对对对，哦，真的。我为什么这么改啊，就是说哈，本来嫁出嫁的时候都是希望说讨个吉利，所以都会有莲椒灰，哈，莲椒灰，然后芙蓉灰，这个都代表多子多孙，还有水莲花。对，他是水莲花，他是希望说你嫁出去了，女儿你不要忘本，你的家乡在这里，你的娘家在这里。那水莲花本身就是我们澶门的特色，它的特有的生物，也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原生种的莲花。哎，对，那所以说就是结合他曾经做过的太极生态池，那个时候也是由他们的社规师，然后做一个太极生态池，那种的就是水莲花。那现在就是在结合戏剧，再把这一出戏演出来。那再加上最近我，因为我加入社规师，是因为在我当时哈在演戏，我们在排戏的时候，我们那吴立宇市长，他家的隔壁就是那个日式那个派出所。市长是指吴龙天。啊，吴龙天啊。对， 对， 对，他家就是那个，对对对，他家就是澶门日式派出所。但是现在那个派出所已经搬到对面那个钢筋水泥了。那我们就感觉到说，这个东西如果再不赶快保存的话，它现在已经杂草丛生了，到最后有一天它就变成废墟了。那我们的一个日式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建筑物就会不见了。所以也就这个，也就是促成我这一次哈，然后来参加社规师行列的一个动机。那也透过就是说，透过社规师换工，哎，对，然后其他的，对对，还有就是说，而且学到很多工法，那这个都是用在到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地方还没有正式的做。那到时候很多工法，包括种草皮啊，包括做的这些什么除草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应用，我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要做的那个案子上面。是是，哇，所以说 这次小英英福相的交流按动河哈，嘿，动河，好，新梦一哦，新梦一，嘿，谢谢。洞猴洞猴哈，非常的迅猛哈，这是我们可爱的尤雅琪老师，这个闽南人，但是呢，在客庄哦，一起透过社规师的学习，还有呢戏剧的演出，真的和我们的乡亲呢，大家一起来关心自己的家乡，这个都是不分族群也不分语言的哦。好，所以讲太干的都可以听下来哦。好，今天下来欣赏的是由谢宇威老师所带来的山歌，所以来听听这个山歌，哎，也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呈现的风格哈。听下来欣赏，等下呢，今天要来继续的访问曾秀雅执行长来龙泰感应谈到，那社规师哈，按灯一下哦，是不是大家也想加入社规师的行列呢？也欢迎您一起来了解哦。好，等下呢，继续的来打这句欣赏的谢宇威老师所演唱的山歌，山歌。海路路
的。客家旅行 ING。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环宇广播 FM96.7 跟着客家去旅行，我是黄玉美阿美姐。乡亲好朋友，你好，来收听的节目是由我王永米在翻译广播天台来为大家父母主持的天天客家去旅行。再说你南北后来到内湾的时间，你在经过内湾国民学校就可以看到哟，哦，这边的环境不同样咯，哦，这里的环境不一样。因为呢，你想要到内湾国小停车的话，一定会经过这个通学步道，所以以前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有点脏乱。但是呢，现在经过社区规划师的规划，还有营造以及维护之后呢，会有不一样的风景。不过这环境呢是要持续来这个完成的哈。未来呢也会邀请到内湾国小的老师，还有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加入，因为呢两个家乡和那些环境呢。是太刺激的，所以希望呢，不但像安尼三期规划时，大家有起头和有开始来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改善。那么也希望呢，安尼内湾国民学校、内湾国小的师生未来也能够加入维护的一个行列。所以讲安尼社区规划师哦，伫新竹县呢十三乡镇哦，都有哦，吼，其他啥都董三忙，吼呀，董英珍，哎呀，董亲切，好都希望讲。这个所带的地方会更来更好，不但像讲自家的好，也会透过换工哦、换工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乡镇哦，也加了机会呢，可以讲互相的交流跟学习。所以讲曾秀雅曾执行长就讲到这种换工哦。交换这个人工嘛，哈，大家呢一起来互相帮助的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客家精神的代表。像这个换工，就是我们社规师的特色，就是我们社规师，就像今年我们有200位社规师在提案跟受训跟推动社区的环境改造。那这200位社规师呢，他们来自13乡镇，那我们就会把这13乡镇社规师，像今年就要推出9个换工的计划，9个，这今天是最后一个9个换工计划。每个换工就是由这200多位社规师，他们就是自己自主填志愿，说、哦、我要去哪个社区换工，然后彼此，比如说今天内湾换工嘛，那下礼拜可能就坚持换工等等，这样的彼此交换，那也彼此到各个地方去游学。然后像今天早上，虽然下午我们是下午了已经开始换工，可早上呢就由那内湾就是刚刚讲返乡青年吴介就带着大家做深度导览，然后他们也去看了内湾的一些矿的那个石矿的那个的历史，他也去看了一些内湾木材的森林的哈、哦、木工木业的历史等等，他也逛了内湾的老街等等，所以就是也是社会师互相彼此认识彼此一些家乡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这样子、嗯、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换工哈、哦、真的是很哎你客家人哈、哦、很特有的一个精神，然后我又透过社规师来发挥的淋漓尽致。他赶紧讲高工，嘿没？高工没有关关工，关工没有哈。对啊，我们客家人以前就这样嘛，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新竹县社会史是，非常的善用客家人的文化，就以前呀。农忙的时候我有空我就帮你割稻，你有空就我割完换你来割我的我家的稻，其实我们目前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些社规师就是今年就有9个换工的点，让社规就互相彼此帮忙，而且不同的换工点可以学到不同的技术，不同的又认识不同的在地文化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提案都很精彩哈、嗯、让大家看到地方上不一样的一些亮点、哦、对对，所以也欢迎大家每年的6、7月吧，我们社规师都会有一个招生，所以欢迎大家6、7月特密切注意我们新竹县社区规划师的计划，那也欢迎加入我们打造环境把环境变得更美丽的行列。第三下来，二来龙向亲好朋友分享的一项展览，要和大家分享一项艺文活动。这是由我们谢时宏老师以及颜荣宗老师的双人展，虚实之间，谢时宏、颜荣宗的双人展。
谢石宏老师是泰雅族的国宝书法家，也是曾经获得社教贡献个人奖，因为谢老师在部落当中投入推广客家音乐深耕10年有成哦，也带领着泰雅学堂荣获2018年教育部第五届艺术教育贡献奖。所以谢老师一直呢都是奉献在艺术方面哦，对于我们泰雅族部落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的导师哦。那这一次呢，我们谢石宏老师和颜荣宗老师哦，两人呢可以说在读书会相识之后啊，非常的敬佩颜老师的在艺术上的一个表现，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联展。那么谢石宏老师的作品用蓝染工艺的大青植物染料渲染在宣纸上，也创造出抽象自然灵动的画面，非常的特别。礼拜安尼恰萨逢欣赏龙颜荣宗欣赏两三个连赞，可以讲都非常的精彩哟、哦。尤其安尼恰欣赏吼，遐用阿哩泰雅族的书法家，伊从内底泰雅部落当中呢，都来教艺术，还个教音乐，好也得到安尼沙高贡献给人奖，好来得到沙高工作的这个表扬，真难得咯。礼拜恰欣赏哦，用阿哩客家的蓝染吼。结合到书法来做一个表现，本人的当经验的感觉哈，安尼做来分享的谢石宏老师的手稿。这次展览呢，就是跟颜老师是一段缘分哈，因为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认识，在这里呢，因为马老师的关系，让我跟颜如中老师结缘。我的作品的部分呢，就是这次跟以往2016年的展览不太一样。这一次呢，是完全是用客家的蓝染方式在纸张上蓝染，那又跟一般的蓝染又不同，因为它是有一些想法。那么这个部分呢，我思考了很久，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像那个艺术家蓝染艺术家那个范永红老师，他跟他的先生也在这一方面呢给我一些支持与帮助。那么这一次的那个展览方式呢，蓝引抒情，用蓝色调的东西去展现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当然一个原住民的身份来写书法，当然是很容易写成一个传统的书法，但是能够结合客家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创作的方式，也很精彩，也很特殊。这次的展览呢，给我了一些启发，当然未来的方向更要再思考。这一次我善用这个蓝染的一些它的所产生的画面，那么再结合我一些布白的布局方式，再用一个中国传统的书法呈现我要表现的东西。在此呢，当然还希望各界的艺术界的朋友能给我一些指正。恰萨逢欣赏龙颜荣宗欣赏两三个联合展览，是从今日开始到3月24号，在新竹县文化局美术馆来展出咯。欢迎乡亲好朋友都可以前往去欣赏。我们虚实之间谢石宏颜荣宗双人展，从即日起到3月24号，在新竹县文化局美术馆展出，也欢迎大家能够前往欣赏。亲好朋友，今天安尼谈谈客家戏里行嘅节目呢，突然大家去内湾吼，除了来老老啊类之外呢，也就看到一群当可爱又当热心嘅山区鬼博士啊，一点一滴嘅呢，希望安尼嘅环境会更加嘅好。所以讲，哈爸看到这样嘅风景啊，也系请当人嘅付出咯，吼，也爱让安尼嘅安多嘅朋友啊，来讲一声什么哦。对于很多我们美好的环境，其实在
幕后，在背后呢，是有一群好朋友们在默默的付出，真的珍惜美好的环境，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关心。未来在经过内湾国小前的通学步道，未来也希望打造成蝴蝶廊道哦，希望大家在经过的时候也能够多驻足来欣赏一下喽。好，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跟着客家去旅行节目也接近尾声，安子西是梦想情好朋友的属堂，我是王优米优米记，我是黄玉梅，也欢迎大家能够上到跟着客家去旅行的粉丝专页来按赞，以及了解更多节目的内容。我们也期待您能够给我们更多的鼓励。安子西是梦你哦。节目最后呢，来欣赏的歌曲是由阿托哥陈运涛先生所带来的《新竹风情》，新竹风情，共同来欣赏。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假期，我是黄玉美阿美姐，跟着客家去旅行，我们下次别忘喽，我们空中有约，安妮族张磊了。本节目由客委会环宇广播电台共同制作播出。听下来，宝山的夜风我迷来哟，水上。风山水江山。